热的哈，你可能要打开来让它冷，这是鸡脚。其实在我来看跟波尔椒差不多啊，剑塞湖啊，所以不要。你有拜拜过吗？OK， 好，他拜托你给恁囝讲差事，甲说得下。这是我们彰化最有名的蛋黄酥。你麻烦你帮我拿去拜拜你的儿子，说谢谢他的保佑。真的，现在可以去拜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唔知你咧，应该是啦哦。我是一胎啊。这个有意思哦，这个是蛋黄酥，夜演人团年才会吃蛋黄酥啊，所以这也是那个，应该可以吧？想拜都拜，因为整个事情很顺利的，真的有你儿子的保佑，所以要谢谢他。我们要敬天畏神，对，我该相信还是要相信的。你儿子一定，顺便问他说。他大概六月，明年六月，国历六月四号要诞生，他有没有要看日子？他都没有未来。没有，没。好，这个我们装到最后，你的蛋黄酥了。你波尔家要排队哈，这个季家是他的腮胡。我一个麻醉科医师说，这家比波尔家的好吃。哦。你看这心跳声，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嗎？砰砰砰砰砰，小孩子的声音是我们大人两倍，因为他交感神经先发展出来。那我用彩色的看哦，红点那个就是心脏，哦，再把这个油标放在红点那里。嗨，这是上个礼拜。就是这个礼拜，那这心跳有没有？今天对我听到心跳声了。这是五周这么小。加上你几枚多少寸哈？五周，这是六周，那是七周这么大。哦，大概有看一看。那大一共几枚多少寸？好。